大家好，欢迎参加HSK5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HSK5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HSK5级考试。HSK5级听力考试分两部分，共45题。 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第1到20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旅游？ 7月中旬，15号左右吧，打算。 8月1号回来。 男的准备去旅游多长时间？ 2，办公室没水了，打电话叫一桶矿泉水吧。 刚才打了，占线，稍等一会儿我再打。他们最可能是什么关系？ 3，这2条牛仔裤我都要了。好的。 给您小票，收款台在那边，请您去那儿付款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 4，这次活动的规模很大。 还要上电视，一定要找一个合格的主持人。小王经验丰富，反应快，您放心吧。通过对话可以知道什么？5。 真头疼，最近一直失眠，昨晚半夜2点了还睡不着。那是比较痛苦，睡前喝杯牛奶试试。女的最近怎么了？6，下午的讲座去不了了，你能帮我录一下音吗？没问题，但你不去听太可惜了。女的为什么说可惜？ 7，你去面试了？结果怎么样？我没去，他们只要研究生，我只有本科学历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8。 很高兴这次能一起拍电影，对你们资金方面的支持再次表示感谢。导演，您别客气，能与您合作，我们感到很荣幸。男的为什么要感谢女的？
九。手机没电了，你的充电器在吗？借我用用。你的呢？又找不到了，总是乱丢东西。你这个坏习惯，什么时候才能改啊？男的是什么语气？十，大夫，他这个星期能出院吗？恐怕不行。虽然病情现在稳定了，但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。根据对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一，平时要注意多锻炼身体，别整天光顾着工作。话是这么说，可单位里一忙起来，就什么都顾不上了。女的有什么建议？十二，你这个暑假有什么安排吗？要不要和我一起报名去学车？好，虽然还没买车，但是先把驾照拿到手再说。根据对话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十三，这张合影效果最好，背景选得好，色彩好，你的表情也好。那就放大这张吧，放在我们客厅里。男的要把照片放哪儿？十四，你怎么没参加比赛？你乒乓球打得那么厉害，拿冠军绝对没问题。最近工作忙，准备得不充分，等下一届再说吧。女的乒乓球打得怎么样？十五，你的那篇论文写得怎么样了？刚写完，正想请你帮我看看有什么毛病，给我提提修改意见。男的想请女的做什么？十六，你们公司刚成立不久，经营的还好吧？已经陆续接了几个工程，相信会越来越好。关于这个公司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十七，我在网上买了一个衣柜，可是怎么都装不好。再看看说明书，按照上面的步骤来，不行的话，我明天去帮你。女的遇到了什么问题？
18。我要快递一个包裹到上海，给我推荐一个好的快递公司吧。这儿有一个叫顺丰快递，我经常用，还不错。男的在找什么？19。我刚买了一件衣服，你看看这样式怎么样？还可以，感觉挺时尚的。男的觉得那件衣服怎么样？20。小王，你的腿怎么了？别提了，周末去滑冰，不小心摔了，把腿上的肌肉给拉伤了。小王的腿是怎么受伤的？第二部分，第21到45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21题。21，听说你工作已经定下来了。对，在外交部当翻译。太棒了，找到这么好的工作，应该庆祝一下呀。那我请你去吃烤鸭吧，我今天特别想吃烤鸭。他们要庆祝什么？22。我们想去云南放松放松，所以不希望时间安排得太紧。您放心，我们会为您考虑这一点的。具体时间，我回去跟太太商量一下，再告诉你们。好的，您决定了，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女的最可能在哪儿工作？23。出席明天会议的人员确定了吗？确定了，21位专家，加上工作人员，一共27人。好，另外，明天中午的宴会定在哪儿了？就在4楼的那个餐厅。宴会被安排在什么时候？24。你好，是在这儿办健身卡吗？是的，您是办次卡还是办月卡？次卡1张600，含30次，月卡500，不限次数。次卡有效期是多长时间？1年。男的正在咨询什么？25。你感冒了吗？怎么一直打喷嚏？不是，我一到春天鼻子就过敏。那能吃药缓解一下吗？吃药也没用，
我都习惯了，过几天就好了。男的为什么打喷嚏？ 26. 昨天晚上的开幕式你看了吗？ 没赶上，我看了开幕式后的那场比赛，真的很精彩。你觉得哪支球队能进决赛？ 这个你得去问球迷，我还算不上真正的球迷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27. 您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？ 我在一个汽车公司工作，主要负责销售方面的业务。那您为什么放弃原来的公司，选择我们公司呢？ 因为我爱人现在在广州工作，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。我明白了。 男的以前从事哪个行业？ 28。喂，小张，你知道咱们那个公共信箱的新密码吗？ 知道。 您现在方便记吗？ 我现在没有笔，请你给我发个短信吧。行，您稍等，我马上给您发过去。男的想要什么？ 29。去机场，师傅，我赶飞机，咱们走高速。好的，您是几点的飞机？9:30的。还有2个小时，来得及，不会耽误的。男的觉得时间怎么样？ 30。你不用电脑就把它关了吧，让它也休息一下。我正在下载一个软件，还有2分钟就下完了。什么软件？清理系统垃圾的软件。装上这个软件，以后电脑就不会那么慢了。女的为什么不关电脑？ 第31到3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说起《围城》这部小说，大家就会想到钱钟书。《围城》是钱钟书先生写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，故事描写了一群20世纪30-40年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。《围城》这个书名。 来自书中人物的对话，婚姻就像被围困的城堡，城外的人想冲进去，城里的人想逃出来。书中还描写了那个年代各式各样的人物，通过细节来表现人物的心理，让你清清楚楚地看到人物性格的各个方面。书中那些形象的比喻。 体现了一个学者作家的智慧和幽默。也正因为如此，
我们可以把《围城》看成一部有趣的小说。31，《围城》是一部什么作品？32，《围城》的名字来自于什么？33，《围城》被用来表示什么？第34到36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一所大学曾经进行过一次长达20年的调查。最初，研究人员对参加调查的学生们提了一个问题：你们有目标吗？90%的学生回答说有。研究人员又问：如果你们有了目标，那么是否把它写下来呢？这时只有4%的学生回答说写下来了。20年后，研究人员找到当年参加调查的学生们，结果发现那些有目标并且将目标写下来的学生，无论是事业发展还是生活水平，都远远超过了那些没有这样做的学生。他们创造的价值超过其余96%的学生的总和。那么，那96%的学生今天在干什么呢？研究发现，这些人忙忙碌碌，一辈子都在直接或间接帮助那4%的人实现他们的理想。34，被调查的学生中多少人有目标？35，哪些学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？36，关于这项调查，下列哪项正确？第37到39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文彦博生于公元1006年，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。文彦博自幼十分聪明，小时候与伙伴们玩球时，一不小心球掉进一棵大树的树洞里去了。小朋友试着把手伸进树洞取球，可是树洞太深，怎么也够不着。文彦博看着树洞想了一会儿，说：我有个办法，可以试一试。随后他叫几个小朋友提来几桶水，把水一桶一桶往树洞里倒。不一会儿，树洞里的水就满了，皮球也出来了。文彦博幼年用水取球的故事就发生在他的祖籍山西省介休市。这一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。37，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？
38. 文彦博为什么要往树洞里倒水? 39. 关于文彦博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第40到42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 江南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，是许多中国人的梦里水乡。它在地理上主要指长江中下游南岸地区，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，江南代表着富饶、繁荣、美好。这里景色优美，经济发达，文化教育事业繁荣，从古到今都是理想的居住地。 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里的苏州、杭州，正是江南的代表城市。人们常常用“人杰地灵”来形容江南，说明这里地方好，人才多。40。关于江南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41. 下列哪个词可以用来形容江南? 42. 人杰地灵主要是什么意思? 第43到4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养宠物有很多好处。首先，养宠物有助于培养人的爱心和责任感。如果你养了宠物，每天必须喂它几次，从而会感到这是自己的责任。其次，你会有一个忠实的朋友。 你可以告诉他任何心底的秘密，因为他不会告诉任何人。宠物还会促进主人们之间的人际交往，减少孤独。除此之外，如果有陌生人进来，他会马上告诉你。还有一个好处很重要，那就是宠物可以帮你调整情绪，和猫狗在一起。 或观赏游动的鱼儿15到30分钟，就可减轻压力。43. 主人为什么愿意把秘密告诉宠物？ 44. 关于宠物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45. 这段话主要讲的是什么？ 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